怎么今天药材都没卖出去啊？哎呀，我出了山才知道，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？皇帝驾崩了。啊？这谢皇后跟着陪葬了，举国皆葬啊。哎呦，仪式都倒闭了。这新皇帝不是才登基两年吗？怎么就死了？说是被豫章王刺杀的。哎呦！ 京城里来了好多兵，到处搜查，外面乱得很。我就先回来了。是是是。娘，娘，这药什么时候卖都行。娘，说的是啊。那个人醒了，我好害怕。没事没事，这么快就醒了？啊。 他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又中了毒，还能醒过来？是啊，真是命大呀！你醒了，醒了就好。谁？哦，快打碗水来！哎，好。什么呢？你说什么？ 那天我只看到你一个，再无旁人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，但是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天大的事儿，得先活着才是啊。